我的眼眶里太满，都不回你身边。输出呢？当然是卡莎啦。我今天发现职业选手的露露也是带圣盾的，果然露露这英雄就应该带圣盾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建议滑着走。那可不就四保一了吗？四保一吧，经典四保一。但没事，我们空多呀。这咖喱奥怎么回事？全军出击！哇，不是吧？三分钟，三分钟，三分钟。完了，他回来了。哎，卡莎也忒惨了吧。不杀这小法，激进一点的卡莎刚刚就把这小法给杀了。不过他们先二级了，是真的很烦。这血量，我没有蓝了。哦吼，他不会暴毙吧？哎，这血量在那浪什么呢？不知道在那里浪什么。完了，崩了呀！这四保一。这一已经没了。公仔
这还不纯打工仔吗，兄弟？你这打工仔也太离谱了吧！闭上眼睛，你会看到更多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谢谢福国送的火箭，谢谢梁姐的34张星空卡。回个家吧，我没有蓝了，在这里感觉也是很无力。这扎克，说实话，对面为什么突然就送起来了呢？这也是让人有点想不太通。我感觉他们前期还挺优势的，怎么打着打着突然冲塔了这？走了走了，兄弟。他们刚居然没有去打小龙吗？为什么不打那个小龙啊？没有蓝了，走了吧。喂，记得过任务哦。你们提醒我了。
不看了，好气哦，睡觉去了。三叔公不至于吧？这都要气急败坏吗？咖喱奥又来了，这咖喱奥来的也太勤快了吧。哦哦，问题不大，我有蛋。牛逼牛逼牛逼，我的妈，哎呀他好烦呐，过来的太突然了，令人头秃。我靠，我怕他寒冰上来了，还好寒冰那大没给到。哇，这加里奥也太肉了吧，我的妈呀。
这扎克弹了800米远。对面这就投了吗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我能问问发生了什么吗？他们肯定吵架了，我猜。这太突然了。我在想，今天是见好就收呢，还是上一次这个赢得很快的这个时候，好像第二把就有点。哦，我还有任务，那好吧，那再来一把好了，嘻嘻，再来一把，胖 man， 哇，今天不会又是胖 man 三连吧？乘胜追击，一会儿输了就哭唧唧。有开了任务了。哦吼！对面把男枪给搬掉了。如果我们打野秒了，就不玩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！哦 ，easy 耶！那我换猫咪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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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最近。最近职业赛的 EZ 太猛了，一个人追着三个人打。混子阿猫上场了，我们打野看上去好像想要秒的感觉，他是除了男枪别的都不会玩吗？玩了个啥？人马，挺好的。还要玩死哥，刚好被对面奶妈克了。哎呀，忘了查队友的战绩了，先查一下吧，象征性的查一查，说不定出现奇迹呢。哦，可以！哇，这猴子贼猛，好起来了。可以，好像这把队友都很靠谱的样子。查查怎么了吗？啊，查查怎么了？不是，我是查我 WeGame 查了战绩的。
想想小虎怎么玩，阴阳怪气。可以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男刀他已经连续玩了一二三四五六六把男刀了，然后他连赢了六把，舒服了，这把可以躺了，混起来。又是胖 man， 他们查我战绩还不觉得我牛逼？我那连赢了多少把来着？只要他们往后拉一拉，就会觉得我牛逼的一塌糊涂。男刀终于要输了，你们做个人吧，好吗？这猫，这猫是个蛋。我就差打野的战绩没查了。好起来了，怎么说这局混就完事了。这打野大哥把 EZ 的兵都给吃了，属实是个带恶人。果然是玩男枪的打野，说的没错，既然要过来帮忙的话，收点过路费也是很正常的。中路也太好笑了吧。
killing spre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好了，准备开始前行。Shut down.Rampage.点燃距离不够，烦死了。队友怎么都这么勇啊，大哥不要再搞了，再搞救不活了。这打野太猛了，已经七杠一杠零了。他们没有料到我来了。
哎，这个下路折磨，真的折磨。就是那种你每次快要杀死他，但你又杀不死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折磨。一尸两命了，惨哦。可以了吗？我们中单来收割了，好起来了。不亏。等等我，咱们还是别靠太近，这奶妈也敢上来吗？他也太勇了吧，我去。哦吼，还真被他反杀了，就离谱。大哥，你怎么把他撞走了？就离谱。这打野来了，我先回个家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决定就是你了，冲！跑快快！嗯，居然没死！这两个人现在停不下来了，已经。啊！我还有一个坐骑，没有关系。坏起来了，坏起来了，坏起来了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。救命啊！嗯，那报应。好像并不太需要我们。哎，那不留个炮车给我？哎，这个可以点掉。救救我！我的挂件。哎哎，不要冲塔，不要冲塔！这一直是太好笑了，跟着大哥去冲塔，结果大哥没死，自己死了。他也太冤了吧！有一说一，对对，加血。他说不需要挂我们。
完了，一打三。这队友绝了，他们想干嘛吧？你就说这队友想干嘛吧。这武器不会好起来了吧？我等一下杀人术，开始读书。已经在那边打起来了，完了，这人马坏起来了。啊下，千万别和人说我有人喜欢抱抱。他还怪我，他自己玩的那么浪。完了，我追不上他，他跑好快，怎么办？这就难受。你饿了吗？我在第237页藏了半只老鼠。他像一个战神。太恐怖何必呢？
上就谢谢球球的火箭，恭喜白羊中的白羊哥哥粉丝升到15级。唉，我的书又没了，四本。没关系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还是五条，今天我们就剩给机会了，这真是给机会了，我跟你说。直接跑去冲对面水晶了吧？来，开冲！逛逛逛逛，六七八九十。